你俩这玩意咋整啊？你改装啊？盘点那些有趣的东北姑娘。我本来寻思发个视频说说，这回更嘚儿。本来不知道他的孙子关键词找过去，他一宿涨30万粉丝，还给我做个剪辑，整个夹子对比，说他妈我是钳子，说我。真恶心呐！你是不是觉得我是甜妹儿呢？本来就是甜妹儿啊！你是东北钳子，你知道吗？我是甜妹儿。你是钳子。我是甜妹儿。你是钳子。我甜妹儿。你抽烟？我不抽烟。你别听他放屁了，他老能抽了，一天得抽两包。你别听他闲话，我真的没抽烟，真的没抽烟。我不能给你擦嘴。不用了，真的。哎呦我要吐了，真的。他纯是骗你呢，他老嘚了说话。有点家事要嘴的。哎，你过来。你逼逼没完了是不是啊？你再坏我好事，我给你脑瓜摁锅里，你信不信？滚。敞篷，你摇啥呢？你下！我做个美甲的功夫，你就得上这儿来搓一趟呗。我等你等出汗了，我过来冲一下。我没搓，家里洗不了啊。那家里天天闹豆角子，偶尔我不得下下馆子吗？哎，你回来，你说谁是豆角子呢？别逼我在你最快的地方扇你啊！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来了，我发誓。你发誓？我发誓，我与赌毒不共戴天。哎呀，厉害呀，黄子，你是知字。提呀，给你个机会重说。我黄某发誓，我与赌毒不共戴天。厉害呀，周浩，发个誓连姓都改了。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啊，你切记你姓周。好，皇天在上，我周某发誓，我与赌毒不共戴天。哎，怎么的了？下不去决心呢，走，跟我回家。干啥呀？我带你从根源上给你解决问题。我的天哪！如何在茫茫人海中快速找到我哥？万金爷，你在哪儿啊？我是你的粘土。走，全沈阳都给我叫傻了，别叫我名了，别叫，别丢人呐！谁能救救我呀？这他妈大胖小子真能干呢！残缺的臂膀阻挡不了我吃烧烤的梦想，你切记啊，东北不他妈养闲人啊！这天年年种吗？对。哎呦，操那苦！我的西瓜甜的。哄谁？真甜的呀！我不信。你没别好吃，这酥肉丸这头嘎嘎甜，挺好的。你这玩意儿你得细品，骗子！看你这死人，寻思跟你玩点暧昧，你怎么一点情调没有？你拿你那酥肉丸臭西瓜呢？你跟我俩玩什么情调？见好都没刷牙，小机灵，想让我吃你的哈喇子是不是？你是我的情人呐，迷死你！就这地儿非得来呗，不来不行吗？咋的？你家里没媳妇儿啊？哎呀，还是说我满足不了你？咋的？厌倦了？没有啊，那家花不是没有野花香吗？再说一遍，来！哎，瞧你那个作死的样子！他哪儿比我强啊？哎呦我操！你等会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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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会儿。干嘛呀，哥哥？这女的谁呀？长春社会人，刀哥。正是在下。这事打的怎么样？你来上班来了？狗不样，不明不白。好像那么查宠你好像。美不美？不美。为什么？你就查宠。你又过来找我干啥来了？你等一下，帮我看一下店。你干啥去？本哥要出去一圈。
你把你老脚蹬裤踢出来吧。这他妈叫丝袜。大哥最近我真恶心。你这不体型裤吗？我这是丝袜，就是有点厚。掐我用吗？迷死你。你他妈进来干啥呀？没房了，我就订你一个房。还有俩床？没房了吗？你是不是对我啥想法？孩儿，我能对你有啥想法呀？我就说你不啥法。你滚！你甜甜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，爱吗？可怜没人爱。大河向东流，天上星星参北斗。你跟过来干啥呀？听我哥，我没事。说走咱就走。不是你咋想的呀？啊？那饭也吃了，酒也喝了，地也蹦了，完了你告诉我你困了，你要回家，可能吗？你说，我现在给你两个选择啊，第一个跟我上楼回家，第二个我坐地把你脑袋打放屁。快点说话，雪安，谁能救救我呀？要什么恐怖程度？老董爷的未来就靠你了。哥哥，一会儿进去要保护人家，人家胆子小，害怕。大河向东流，天上星星参北斗。没事，王八，滚！路路见不平一声吼。不吃了。干啥呀？我问你，谁家伙人出来吃烧烤，吃这玩意儿？你吃烧烤不吃这个，吃啥呀？不能过来吃烧烤，只吃这个吧？桌底还有别的玩意儿吗？你看看。我发现你这人怎么吃完对象之后越来越精神，越来越挑剔呢？我问你，来这不吃这吃啥？哥们儿，咱是奔吃这个时间的吗？你变啥屁我不知道啊！哎呦我的妈！到你都进这个事儿了，我上来吃。只要不是生蚝，别的东西我都给你照着照着。你这玩意儿。不是，就是咋的？不想吃啊？不是你自己说的吗？除了他以外，你都吃。哎呀，你理解错我的意思了，人我说的是我想吃点素。慢点开，烟灰催我一脸啊。嗯，车里待会儿呗。不可能啊，就一会儿我就下来了，我求你了。烟搭小酒铺路，给你机会你得把握住。我妈介绍的，你再去我整黄了，靠包我就给你薅下来。对，我现在没工作，咱俩处对象之后我能去公司上班吗？没问题。那你现在月薪多少呀？5000块钱啊。这不还有人月薪5000吗？我以为你得50000。你回去问问你爸，一月蹬三轮的能不能挣上50000。不好意思，我爸一月11万。你爸三轮蹬真猛，站来蹬的。他今天让我来相亲，我根本都不带来的。为啥呀？我现在老烦男的，我像你这种男的觉得你没意思。我也是，我也特别烦。咱俩一样，要不咱俩一起骂男人吧？好呀好呀，那你签吧。好。你爸是？拜拜，慢走不送哦。服务员，摆球。如果这次你拒绝我的话，你会后悔一辈子的。我的妈，真想扫着呢。那他妈就是他，他咋来这儿了呢？哎呦哥。加班啊？哎呀，这玩意儿在哪家不是家呀？来两根啊。来两根呗。赢了回家睡沙发。输了呢？输了，数据线站点服，边抽边消毒。董大壮女士，两种接触异性的方式，你是喜欢主动出击，还是喜欢愿者上钩？我指定是主动出击啊！我800年碰到一个，我们还没一群主动啊！我一下子把大脖领子我就揪住，主动出击，围剿他我都，我都知道什么叫黑手呢？插翅难逃，纯他妈舔狗！哎，我这不是舔啊，我这叫主动，这是一种筛选方式，一种开放式选择。主动付出，主动帮忙，主动向人敞开心扉。虽然吧，我可能会遇到那个觉得我廉价的人，你笑你妈，可能这样会很吃亏。但是这是一种非常划算的试错方式，萍水相逢，没有人能迈出这一步。那么好，我先来做这个人。就你的意思，就是你先点呗。
边太他妈热了。女人，你的心不静啊。这天就应该整点凉麻，小啤酒，喝点。不喝。为啥？哎，为啥就不想跟你喝呗？主要是我晚上约了几个妹妹。那我他妈差啥呀？这大腿三轮都给你飞起来。那就咱俩喝呀。要不还找谁呀？你要觉得不尽兴，我再给你蹬个丝袜吧。真的啊？哼，都他妈哥们儿。你我可没钱请你喝酒啊。我安排，还能差你这点逼死吗？道明，消停一点去，不然，嘎巴我就给你薅起来。故意把消息给他。哎哎，等会儿哎。不，别跟我磨叽了，整他俩热老店还还不起。人不死，机会就花那天。那让闹心的事儿就早晚得翻天。那住不起楼房，就住平房呗。开不起好车，那骑凤凰。名牌他买不起，杂牌不用听家底。对，穿不起一身辉煌，还有保护都很少。哎，我叫啥？见有点事儿就搅人生，好这么地了。躺平不可取，躺赢他不可能。全子，你有病。一会儿醒了。你俩吃我的，穿我的，用我的，现在还偷我的，白菜你俩也偷，穷死了。不是，没洗你囤这老西，俺俩没囤呢。把刚才偷那102颗白菜给我拿。哎，我俩就拿2颗，你讹人呢？你怎么？拿还是不拿？有吗？没有，我就拿2颗呀、啊。真没有。102颗，听明白了吗？明白，你留着陪刀哥，是不是这意思？我这酒量。好，这回你没走，你给我抵那102颗白菜。大哥，我不想被白骨精抓走。哎，我也不行。你俩都别走，你俩加一起也不抵100颗白菜。100个白菜，没拿你那心，你能不能讹我呀？别仗着你长得漂亮，我就不敢揍你啊！你不就是个高腿长点吗？你就长得漂亮能咋的？你能当饭吃啊？别以为我俩喜欢你就不敢过来动手打你啊！瞅啥？别以为你长得漂亮就不敢打你，你不就眼睛长得好看点吗？大眼睛，大高个儿，把你哥们叫回来来。啊，干啥呀？白菜全拿走。啊？你俩站着说我一会儿。啊？包小果，你又干啥去？你又问？我去研究一下球的运动轨迹，我手都出汗了。说人话。打台球。你啥时候又打上台球了又啊？医生不让我康复训练吗？活动活动我大手。你现在属于什么水平？现在？二道丁俊辉，装逼让你飞。哎，你等会儿，老弟，你带哥一个呗，哥你看看去。也好，王者的荣耀总是有家属的陪伴。六，哎，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确定你喝八个？我这喝八个，我也喝八个呀。2、8个，那我赔一个。那你喝吧，你赔我一个。我为啥赔你呢？快的，你就喝吧。我喝不去了，你他妈个老娘们似的，赔一个来。我不是你的酒，你老喝呗，你性情。来吃嘛，我赔他妈呀，你就不要吃。说明白话，你别说。能，老弟，今天能点儿，给你敬。他俩喝这个逼样儿，都比你喝的多。你今天没有喝的多。哎，不行打仗啊，可不行打我。不打仗，催一个。在这里。